爽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工人呢？即马工厂正咧赶货呢，你应该留咧工厂加班呢，开高到剩无半只毛钱啊！等下，我吩咐司机帮我应一下。你经理伊领班呢，你交代予伊。等下，经理即几天变到无眠无日，我咧想伊嘛应该休困一下，我毋才会替。我无咧问你，你讲三工就会当出货，这么有把握？有。工人罢工，你有材料处理无？等下。遐工人向后走去，一定有伊个原因。只要我若查出原因，我就我着对症下药，把代志解决。等下，我即马随来找工人问个清楚。你做我，我看你安怎化解这边的危机。这个，哪安尼啦？我无代无志，人走到无半个。用脚头呼吸嘛，知影讲是蔡进华给你使怪招。是讲。洪信天敢有迄个材料，通对付蔡进华？无材料对付，就莫多我家人咧抢美工。这个社会唔是咧看是非，是咧论输赢的啦。哎，周师爷，啊，这个丽珠小姐哦，哇，人不但水，而且佫真有个性嘞。人要讲的是酒干阿叔，不如讲的是深入下湾的小南国上班的啦。来，周师爷，阿爸，啊，用买感情我无兴趣，酒啊你嘛，来走。周师爷，小等，开头拢我袂吃，你阿爸要走，卖安尼啦，分别也袂来哦。你呢？遐侪美国时间啊！啊，周师爷，你莫生气哦。我即马亲自来甲找，三分钟以内，伊若是无咧你的面头前，我当场切腹。莫生气哦，周师爷，我先来甲找。进来，大哥，来啦，你出来啦。我到即马几点？你到底是要做还是不做啊？我今晚不是来啊！我人家在内面等你几波啊！你总知影我做袂爽。我若甲你的人家安排好势，你就待得爽。赢啊！上尾一人，十八般的有话拢甲恁爸等出来，唔通让小人哥闹开有听。哎，我等高会赢你啊！你再等我一个条件。我应该放你自由啊，无你是要搁讨啥？你顶下搞我个皮手去，来看。你就看这条啊？嗯？这句话，应该人家爱来爽，这条都害你。嗯？准备好未？笑一个。明仔载日头出来，自由写在你的面，有听到无？小云，起啊！林董哎，林董哎，我甲你介绍一个啦，这吼就是阮小南国的头牌丽珠小姐。丽珠啊，这位吼是林董，好好甲按来哈，紧坐嘞，紧坐。周叔呀，快快请，李叔，呼呼按来周叔呀，哈，上来，我请出来哈，快请，来，林董，歹势，和你等的遐尼久。我先敬你一杯。你就是小人国酒家的头牌啊！
喜人客唔敢嫌，帮我来做会定。我甲你看起来，你无像一个酒家女。惠弟，我嘛无怕生，搁要做酒家女啊。你都无要做酒家女，你搁来要从啥？坦白讲，林当一番是我最后一番。下暗我就是要用这番来换我的嘴。我这么有够力，当给这个人自由。再来看林当对我按来是不是有关系？饮一摊酒，就当决定这个人未来的运命。啊！你是安怎来个做酒家的？因为伫个酒家找袂着真感情，若要爱伫真感情，就莫伫酒家找。查某囡仔是毋是真心真意，或者是虚情假意？我把酒青菜料就知啊。你若要甲我当作是一般的人客，青菜甲安奈是？我是把你赶出去。林董，我对我已经讲过啊，你是我伫个小人国上尾一个人客，所以不管我对你的看法安怎，我拢会诚心跟你交陪。希望林董十二点一到，手洗牙关，帮我注意。咱做人，诚心是上可贵。跟你交陪，我要看你是不是亲像打卡人，拢跟你学了遐尼好。啊，真正是安尼，我会能考虑帮你去做，予你去找真正你要滴个感情。圣天殿工厂加班，圣旨甲叶理事长去出差，你两个后生即马拢有事业咧无用，你着爱保庇工课顺顺利利，将来有真好的发展。喂，喂，我马上哩。恁大汉后生哦，王胜天哦，来阮小南国大酒家啉烧酒找查某啦。今日和阮隔壁番的人客哦，为着一公尺啦哦，煞起冤家相拍，用错手拍死你家，妈你赶紧过来甲认死啊！啊，进来哦。这道有好戏通看啊！业主啊，一对了方便真哩久。敢讲对人有中间的感情，还阁看袂破？你要追求一段真正的感情，对你来讲，更加是遐重要。林董，那呢？我问你，明甲你对你来讲，感情是遐尼重要？当然的咯。咱人活在这世间，一世人拢是咧追求这个明甲你啊！我相信你爱人。那呢，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吼。我跟你讲啊，以前有一个善车人，伊惊家过身了后无钱通落葬，就走去棺材店买棺材。伊问头家讲：“头家啊，棺材一副爱偌济钱？”头家甲讲：“上贵的爱100两，普通的嘛爱50两。”上俗的爱10两，这善车人算算咧，家己干来当买一个上俗的棺材。这个时阵，有一个上好眼的人，买来捡棺材，
而且开嘴就要伫一百年的瓜草。这个时阵，迄个善恰人让我感觉足好笑的。你敢知影是为虾米？因为这个善恰人发觉，原来上善恰的、甲上好个人过身，两个人只不过差九十年。所以这名甲利是早袂离观察来，只有真感情，才会当久久长长，永远保留。业主，你唔知怎样？伫个古早的时阵，若想要做一个酒家女，必须爱有才貌双全，才会当做一个哦，和大伙人对讲出心内话，分红知己。啊，不过即马无同款啊！即马做酒家女，只有人看袂起。惠弟，伊按十二点过了后，我毋是任何人的红粉知己，我的心只属我心所爱啦。想袂到，想袂到这十外年来，我头一摆拄着。会当教我安尼无所不当的查某，但不过因暗来过了，心嘛是别人的。唉，对我讲也是真遗憾啊。业主，卡斯讲吼，我若硬咪要逼你按来话，唔听答应你离开红顶。林丹，你当然嘛做会到啊。啊，不过你若咧做，我甲一般的酒家女都无啥物差别啊。赶快用钱就买会到嘛。而且我甲你保证，你买到的绝对毋是我的真感情。也真特别啊！小姐，你怎个为了小跑怕死人？拍拍拍，先怕死人，妈别讲话啦。是王兴天的老母。兴天的妈妈，你怎会出来个？啊，系啊。小姐，这个你打电话王兴天的老母，我怎么了？哎呦，豪哥啊！老伙仔啦，吼，行路先较慢的啦，念咪到啊啦，你咪烦恼啦。啊，恁店主拢家己电脑免电话的。好白啦，你跟我这边去招，实在真厉害呢，哈。我先对因老母，来了讲雷主，干咪吃，甲别个查甫人难做伙了，一定要气甲吐。啊！这只雷主绝对叫我拍咧十八层地甲，永远不得超生。哪里不是？雷主啊，一个肯用真心对待我的查人，我真可惜。已经过身这么久啊！过这多年来，我甲这个个咧想伊，我无定人咧想，因过来找一个，会当用真心对待我的查某人来做伙，但无陪伴我过这后半世啊！因过甲我做伙查某人，拢是为着我钱，没做。亲像我这款人生，是不是真悲哀？
我认为你嘛无真心在跟我博感情啊。你袂深的，就讲别人拢是为了你的钱才接近你。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我就不是啊。我无唔嘛讲对你家得到什么物件，所以我会当真心来对待你。林董嘞，无得卡，真是有人真心要跟你交陪，只是你拒绝了，所以才失去良缘。一点都无唔对，讲真经的，我这个人哦，真无容易会当去信任一个人。你怎啊？你拄只讲的坏话，阮牵手第只早已经都定来甲讲。林总的，恁牵手是不是就是你讲的？恁一个用心对待的查某人。虽然讲伊也过身也久啊，但不过一句，我也是一直在想伊。虽然讲这多年来啊，我事业愈做愈大啦，但不过我看到一个愿望，我是希望阮牵手，快当国华个破局变，现在要偌好个？唉，我咧想，我这个愿望。就是我开国较侪钱，我看袂无啦。是讲嘛，你那是不但可能安尼哦，我甘愿用我所有的财产来解决。我等来挂，甲阮牵手一生到底呢，每一分每一秒。就怕我，无咧。阿姆，你好啊。是你，阮后生，你有甲安怎无？伊来哩，拢无去去讲，讲咧心声咧。哪有咯？哈？哪有咯？李叔，你该有去晒下。你干李叔？雷主，啊，恁当的饭店未坐完，你是要走转啊？雷主啊，来。阿姆，请你替我解释哦。原来我不是在面盲，我来听看你要安怎讲。安怎你会伫这种所在，甲查甫人揽来揽去？这是我上班的所在，这是你上班的所在。你是一个酒家女，那安尼，你真正开一间餐厅嘞？但是我怕是卖离开小兰公，离开荷花街，我的心里，你知影我对周家禄有偏见，一定会去嫌你周家禄的身份。啊，不过你若是决定继续要骗我，看是不是会骗我一世人，骗我上卡村地，你能让我安心吗？是无？你别笑想啦，你做一工周家禄。你永远无法排到，只有干那煞的罪名。不是每一个查某囡仔，伊落下花做只干那煞，拢是心甘情愿的。
自从我认识你跟姓田了后，我来关心要离开的花街。我拜托你，你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好。你既然有决心要离开这，你就应该彻底把过去一切拢斩断了。啊，结果呢？明明你拢已经准备要跟姓田毅然提亲啦，搁倒倒来这上班，好包养十个人啦。你讲你有决心，我唔相信。你实在足无自爱，你骗去，你骗我就骗去啊！伤害的东西，你到即马，还讲你讲白惨，你到底，佫想要欺骗我到甚物时阵，你才甘愿啊？我求你，我求你原谅我，一改就好啊！我叫你做媳妇了，我绝对，我绝对袂做对不起王家破坏王家名声的代志，请你相信我。这摆就给我提醒嘛啦！既然你把我过去对你的感情当作无要无紧，我就无需要破坏新光给你看，干杯！你嫌臭臭？我是真心的爱心天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原谅我。你让我跟新田做伙好，你爱新田，那安尼我问你，你今日来这上班，是不是新田同意你来？所以你唔呐欺骗我，你连新田嘛骗啊，你朱小姐。换做你是我，你敢这么无良，去接受一个不知影自爱、爱讲白贼的酒家女做媳妇？你说我今仔日把酒往起来原谅你，你敢保证？后日啊，我必定把你看，你袂去做出白见证的见笑代志。我敢保证，我都相信啦，我唔相信，白灵犀、白慧燕之下的必案啦。丽珠小姐，我过去对你的疼惜和照顾，你拢做放水了，当作无发生过。你过去对我的欺骗，我嘛会用个卖去。从今以后，大家一人一路，互相卖相交差。麻烦你以后，卖过来跟阮信天高高低。你著把我当作一个做老母的，无讲道理，是非不分。不管将来你要安怎改变你家己，我拢袂让我家己后生去娶一个酒家女入门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是安怎甲阿母解释？讲你坐最后一番是为了信天，哎，滚啊滚啊滚啊！滚滚滚滚！哦，我挂哈。滚！我来滚啊！你还搁在换你？丽晶啊，啊你心肝拢无在家呢？无你到底是什么在想什么心思啊？那我现在心思？啊，但我不是熟悉你一两天尔，你有在想心思，无在想心思，我煞不知。贵啊！你是咧恶白讲啥？哎，丽晶啊，啊！你叫姓田林老母去小南国看丽珠啊上班，你存心要破坏人的颜面上？无啦，我一直伫咧家陪你行去，我哪时间去补伊出来啦？妈妈桑，先来呀，你讲。这我嘛唔知影呢，啊！就王姓田林老母吼，洋洋走去小南国。我就是讲，是这样叫伊去的啦。那也是我啦，我哪有可能做这种失德的代志？一定是那个阿炮啊啦。
伊要用这种手段吼，让丽珠嫁袂成。啊，你唔是真希望讲丽珠我嫁袂出？无啊，啊，敢讲你即摆伫怀疑我？那唔是，你是介好啦。啊，无你若有丽珠我知影吼，会怨叹你一世人啦。哎，啊，丽珠即摆人咧？啊，我方带伊等伊休困啊。好啦好啦，你先回去啦。丽晶啊，啊你现在原来甲这个时阵啊，搁想袂开啦。该放手，咱就爱放手啦。要无到时哦，有一天你是会后悔啦。丽珠啊，莫搁伤心啊啦。你唔免烦恼啦。我相信信天哦，一定说服你妈妈了。不可能，信天伊妈，你酒家路有真深的偏见，伊绝对不可能接受这酒家路，伊永远都不可能去接受我。不怪我家己，现在我买两张红毡，我会出事。我得跟伊阿姆老伯讲，你要生气。你是安怎？明明就是想要一暗，卡算那伊顺利度过，我起码跟心态，能够专心的开心。是安怎天公变变的重提我？是安怎？我无资格怨天怨地，所以一切拢怪我家己。想叫我坚持要做这上尾一番，想叫我当真心要做酒家女，想叫我袂坦白甲阿母讲，拢怪我家己，拢怪我家己。丽珠，你坚持做最后一番，嘛是为着信天啊！你无对不起你家己，你的决心。因老母若是坚持要无法度接受你的身份，你归去吼，甲信天切切啦，就当作你甲因兜无缘。我靠你！我一生拢袂放弃信天，我永远拢袂放弃信天。我知影你无可能放弃啦，要毋过信天敢有可能我因老母去找你做某？丽珠啊，快乐嘛一天，痛苦嘛一天。看较开的啦，丽珠，你敢知影信天伊妈妈那向我走来小难过？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。我看吼，绝对是有人做宝贝啊啦，一定是这蔡进跑要陷害你。蔡进跑，我要找圣像，我要找圣像。来啦，丽珠。你身体安尼，是变到找伊算数啦，较冷静的啦。先甲信天啊参详，看要安怎对伊妈妈解释较要紧啦。我应该听信天的话，莫去坐这碗茶店。我应该听信天的话。就算你听信天的话，无等于上班。人若是用心计较，要陷害你，你嘛无法度防啊。这是命啦，拄着啊，得哈认命。哎呀，大家拢为着生活，这我着体谅啦。兄弟，好，阿伯妈，恁即马过来，我想要当面甲恁讲者，一定爱过来哦。好，我等你。啥代志？我问你，是安怎丽珠是酒家女的代志？恁大家拢在骗我。妈，你现在是在讲啥？无影代志，莫听人胡白讲。我不是听啦，是我咧小南国亲目睭看到的。你明明知影丽珠是酒家女，是安怎你要骗我？你存万是要把咱王家的名声毁掉是无？丽珠在咱家出出入入遐尼久啊，
恁两个嘛斗阵一段时间啊，伊是甚么款的查某囡仔？伊甚么款的人品，你应该真清楚啊。既然是酒家女出身，伊的是甚么人品？自伊家交往以来，人伊就专心来对待咱王家，这你拢有看的。就算我的过去是酒家女，嘛不是甚么邪恶不邪的代志嘛。伊对咱好，就是为了要骗我，为了要骗你去娶伊。这种虚情假意的查某，你搁甲当作是宝？妈，丽珠是虚情假意，还是真心真意？我唔相信你看不出来。我唔管，为了咱王家，无可能让一个酒家女入门啦！你马上去甲丽珠解除婚约。妈，丽珠已经无爱做酒家女啊，而且伊过去对我真正意着，我是无可能辜负伊的。你一定要娶伊。这世人除了丽珠以外，我是无可能再娶。你去传票。今天啦，阿是安怎？我想来等你。对了，等你。我拄则有打电话给伊过工头，已经答应啊，要甲讲一下。什么时阵要讲？随过啊。敢有讲什么原因罢工的？听因讲有人加出两车工资，请过斗相共。有好讲的代志，大家自然少少去啊。一种垃圾波，敢若有蔡进跑才做会出来啦。蔡进跑，甲你厝嘛亲熟，敢毋是？妈，你先处理公事，等你回去，再好好甲解释清楚。我绝对唔准你娶一个。妈，等你，等你，等你。先生啊，啊无得麻烦你哦，甲大家甲代志小瞧者。各位，先去我办公室等我，我先过。哦。我即马有电话代志爱处理，你先回去。等我回去了，我才好好甲你解释，吼。科长，歹势，叫了你办公室，我先来回去。王太太，你甲先生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敢有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？无代志啦，无啥物代志。哦，拄则我有聆听着恁咧讲的话啦，是毋是甲丽珠？伫酒家上班有关系。阿嫂，你也知影，丽珠是咧做酒家女。是啦，王太太，歹势啦。顶回伫病院的时候，我甲你骗讲，我甲丽珠熟识，是因为阮查某囝的关系。其实，伫阮查某囝熟识丽珠之前，我甲丽珠就真深的交情。恁是伫咧小南国识识？我甲丽珠的交情。才对比伊家身体咧更加亲啦，王太太，你若是想要加知影丽珠的代志，来，来面请啦。来，其实过去吼，我常常去小南国捧丽珠的场啦。啊，若讲起来，我算是丽珠真熟的人客啦。现在圣天拢无甲我讲，讲你甲丽珠的关系，可能是唔敢讲啦。毕竟家己的女朋友是酒家女，啊，这个社会有啥物人会当接受讲家己的新妇是酒家女？敢讲伊会当瞒我一世人？王太太，请你唔通见怪。之前我慢慢瞒过你啦，迄是因为我感觉讲吼，阮家的感情。我做头家的人也无方便插手啦，但是其实我的心内嘛是非常的无认同丽珠要嫁予圣天这件代志啦。啊，圣天的社会经验总是有较浅啦，伊看代志我都看遐远啦。家在，伊的身份啊，我两早知影，也若无等圣天甲伊结婚了后，我定活活互气死。其实圣天甲我讲，伊要娶丽珠的时阵，我的心内嘛是真伤心、真痛苦。阁啥？我听无你意思。讲出来唔惊你笑啦。其实当初我嘛是捌对丽珠付出真心的感情啦。
甚至我要向伊求婚啦。你甲丽珠伊？唔对，我甲丽珠过去，确实有一段情啦。啊，若不是因为丽珠哦，伊即马全心全意拢伫恁上天的身上，我想到即马，可能我对伊嘛袂放弃啦。坦白讲，我伫丽珠的身上开袂少钱啦。啊，即马，伊话一声要嫁人就嫁人，好亲像是甲我现实的嘴皮啦，甲我付出的感情，等伫涂骹咧搭办法。啊，即马想起来哦，嘛感觉家己足戆的呢。无得甲当初哦，伊根本就毋是爱我的人，是爱我的钱啦。哎，非得伫酒家就是安尼啦。酒客甲酒家女的关系，本质就是欢喜甘愿啦。啊，若是有啥物食亏的所在，家己来啉就来啦。高生，丽珠伫小南国，敢有真侪人客？丽珠是小南国上界出名的头牌啦。你想呢？我只不过是捌互伊欺骗过感情的人客其中之一啦。也毋过过去就过去啦。我即马是真诚心来祝福丽珠会当重新做人啦，啊，伊甲圣天也是结婚了，会当幸福美满。哎，哦，王太太，你有要紧无？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一个未见小酒家女气死。你坐啦，王太太啊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无听到丽珠哦，即马对恁圣天是真心的啦。搁再讲，丽珠较早是小南国吼，嘛算是安慰真侪失意的查甫人啦。真侪的人家哦，为小南国行出来的时阵，拢是面带笑容，搁会当找到家己的信心啦。算起来嘛是咧做功德啦，较会当讲是啥物见效的代志。请你莫搁讲啊，王太太啊。我只是想要让你知影啦，虽然讲丽珠哦过去有辜负我的感情啦，但是我嘛是真诚心来祝福伊甲圣天会当白头偕老呢。我对圣天的前途愿望真大啦，我相信哦，以丽珠过去伫小南国交际的手腕吼，伊若嫁予圣天，绝对会当指引恁王家啦。阮王家无需要丽珠用这种垃圾的手段来指引。若是我所讲的话吼，有啥物得失的所在，请你多多原谅啦。高生，多谢你，我已经甲看清楚丽珠的真面目。甲丽珠过去是毋真正有一段感情？阿母，你毋通听阮爸有别人讲，阮爸过去确实有对过丽珠子，啊，毋过丽珠子自下到尾拢对阮爸一点意思拢无。丽珠子的心肝内，敢若信天一个人。恁爸追求丽珠的时阵，伊敢是小南国的人去？我已经知影，丽珠伫酒家上班，而且是我亲目睭看到。天公伯啊，对我实在真残忍，我甘愿永远袂知影这个秘密。阿母，丽珠子一向真慈爱，伊去酒家上班一定有伊的苦衷。而且自从伊甲信天做伙以后，伊就认真想办法要脱离烟花界，因为着要离开小南国，忍受真侪刁难甲折磨。阿母。你千万唔通伫这个时阵放弃丽珠子，啊，若无，你的苦心就白费啊！伊伫酒家趁钱趁饱，才来怪阮圣天来负责伊后半世人，凭什么阮圣天要去捡这种破话？阿母，阮圣天虽然不在，啊，不过
上少加洗清面，我绝对不准伊娶这种菜店查某入门。阿母，阿母，爸，你甲向天妈妈伫外口讲的代志，我拢听着啦。爸，你写足过分的呢。爸爸讲的拢是事实呢。情海波浪，真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